干嘛呢？露两小眼睛，这是多宝鱼，也不知道谁家的鱼从鱼池里跑出来，就让我们稀里糊涂的爆了桶。我估计老板现在正在哭呢。我这想着给他送回去，让他少一点损失。我这在这地方蹲了7758分钟也没等到。咱家老铁看我这么善良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加关注，看我每天赶海直播了。来了兄弟们，又有老铁给我发私信说，让我徒手把海蜇抱起来，说看看海蜇是什么样子，说发了就会给我双击。这不，我今天又开车100多公里去拍了这个视频。我的个妈嘞，老铁们别再私信了，这手都疼死了，油也烧不起啊！老铁们看我这么努力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1000个双击？不给双击，加关注看没。又有老铁发私信给我说，说你用手解剖一个海蜇，这人最疼的地方就会给我双击。这不，我今天又开车100多公里就为拍这个视频，到现在我的手还疼呢，这是真疼啊！进来老铁看我这么努力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1000个双击？你去海边玩耍啊，一定不要用手去触碰它，因为它真会蜇人。我的个妈嘞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海葵，我相信咱家老铁都见过，这么大的海葵要是把它吃了，我估计赶海走一天都不可能觉得累。关键是还这么漂亮，我是真不忍心伤害它。这是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。咱家老铁吃过的扣一，没吃过的扣二。喜欢大海抓海鲜的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看我下午。来了兄弟们，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鱼的？这鱼是烟管鱼，听说这个鱼特别吉祥。听老一辈渔民说，这个鱼还会发电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我今天弄了个电灯泡，看它亮不亮。我的个妈嘞，这也没有电啊！我回家找渔民大叔算账去。进来老铁，喜欢大海抓海鲜的，给个双击，加关注，看我每天看。每年的这个季节都是梭子蟹大量上市的季节，也是渔船一年当中最好的收成，也是渔民最累最累的两个月。他们每天除了吃饭就睡3个小时，他们为了一家人的期盼，在这四面是水一面朝天的情况下坚持了两个月，就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。进来老铁，能否给渔民一个说。有老铁私信我说，这么多天你去哪里了？看了这个作品就知道，我跟着渔船出海了。蓝蓝的天空，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显得你多么渺小。渔船啊，只要出海，所有的手机都没有信号了。所以啊，出海的渔民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吃饭睡觉，没有大风的天气，渔船一般不会进。有老铁天天私信我说，想看一下渔船是怎么下网的，说发了就会给我双击啊。这就是专门搞梭子蟹的渔船，每年8月1号渔船开海，到10月1号，每条渔船2个月基本都生产10万斤左右的梭子蟹，有的产量更高。进来老铁，如果你也喜欢大海，那么就给个双击，加关注。来了兄弟们，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鱼的？这鱼叫狼鱼条，放在瓶子里特别美丽，游来游去。别看这鱼这么小，它也不想被别人束缚，放在瓶子里老想往外跑。这鱼的牙齿特别锋利，见过的老铁扣一，没见过的老铁扣二。喜欢大海抓海鲜的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每天。来吧兄弟们，来到新的海域发现新的物种啊，你这藏的也不行呀，还是被我发现了吧。你看这小暴脾气，哎呀哎呀，你还不乐意了，嘿嘿。这鱼叫老板鱼啊，长得特别像娃娃脸一样，好像还会说话。进来老铁，喜欢大海抓海鲜的，给个双击，加观众，看我下午4点半户外赶海直播。来不兄弟们，这就是发现的那条死鱼啊，起死回生我也无能为力啊，就不如把它埋葬于此。它生于大海，让它葬入大海啊，曾经大海中的王者，必须给它尊严。如果老铁感觉我做的对了，给老弟留下个双击，加关注，每天看我户外赶海直播了。来了兄弟们，大家都知道天然鱿鱼好吃，但是在吃之前必须做一些小处理，就比如说把他的衣服给他退下来。我的个妈嘞，真白呀，嘿嘿。进来老铁，如果你手机还有电的情况下，麻烦给个双击。老铁听说对着屏幕点两下，女生会比鱿鱼还白，男生会越长越帅。双击加关注，看每天看直播。来吧兄弟们，咱今天来砸个袋子，看看里边有没有珍珠啊！我砸，我砸，嘿嘿，袋子特别鲜美，最主要吃里边的瑶柱。咱家老铁吃过的扣一，没吃过的扣二。我的个妈嘞，里边没有珍珠啊！进来老铁，如果你也躺在床上玩手机，被手机砸过脸了，那么就给个双击，加关注，看每天赶海直播。来了兄弟们，这是我家祖传的罐子啊，我今天从家里把它拿出来，把它埋到沙滩里。因为我听老一辈渔民说，罐子越古老就越能抓到八爪鱼，也不知是真是假啊。我的妈来，有货有货，八爪鱼嘿嘿，还是2条啊。这个作品我就不要双击了，我怕上热门啊，让家里人知道非打死我不行啊。加关注没。来了兄弟们，都说大力出奇迹啊，我今天用手搬石头啊，看看有没有大货啊。我的妈来，还真有大货，八爪鱼一条啊。八爪鱼特别好吃，回家起锅烧油，今天晚可以爆头了。大家老铁吃过八爪鱼的扣一，没吃过的扣二。喜欢大海抓海鲜的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看我今天晚上9点半户外赶海直播。来了兄弟们，这海参啊正不正经我就不知道了。听说这海参啊遇上一种不明的物体啊，它就会融化，也不知是真是假啊。我这今天在市场买了一个，看它能不能融化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给你双击了，而有的老铁你怎么要它都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。加关注，看每天赶海直播了。来了兄弟们，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鱼的？这鱼叫墨鱼。有的老铁天天私信我说，墨鱼应该怎么吃？首先你得有把剪刀把它牙齿去掉，然后再从中间把它剪开啊！我的个妈嘞，嘿嘿，有墨有墨，双击双击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习惯性给你双击了，有的老铁怎么要就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。加关注，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了。
来了，兄弟们，有老铁天天私信我说啊，这海星解剖我也看过了，海参我也看过了，能不能弄一个海胆让我们看一下海胆里面有什么。今天我弄了一个让你们看看啊，其实海胆里面有黄的，可以蒸鸡蛋吃，特别好吃。那个老铁你还在不在了？双击你看着可以吧。喜欢大海装海鲜的给个双击加关注，马上看我户外干海直播。接上个视频，打开盒子的那一瞬间我惊呆了，我的妈了，太激动了，真是，我感觉我发财了。有的老铁说珍珠是我放进，今天我来告诉你，这珍珠真是我从盒棒里开出来的。这么多的珍珠，我估计一辆宝马我都不可能跟你换。老铁进都进来了，帮忙给个双击加个肉，看我今天晚上九点左右赶海直播了。来了，兄弟们，有没有认识瓶子里这是什么鱼的？这鱼叫狼鱼条，放在瓶子里特别美丽，游来游去。别看这鱼这么小，它也不想被别人束缚，放在瓶子里它老想往外跑。这鱼的牙齿特别锋利，见过的老铁扣一，没见过老铁扣二。喜欢大海抓海鲜的给个双击加关注，马上看我户外赶海直播了。